想做壮士来。叶万尊，朱元斗，今天我给杨海生面子，不然你们新训的日子过得大。我谢谢。秋哥，去尿尿，尿尿。哎，秋哥，不要去。哎，小弟工作交给我来就好了吧。哎，大哥，我忙对上哎。那你是不懂规矩哦。做小弟要站在老大的左后方。啊，抱歉，是。没大没小。还是先暖啦，讲不着爱哦。是鬼棍呢？他带你。啊，你给谁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要问啦。哔哔哔啦。好了，又好笑上场了。老大阿垮、啊。听我口令。我先预备。右线预备，前线预备，开保险，开始射击。哎，我又是大便了啦，一天到晚一直大。太帅体格，阿伯的身体。你们跟那个刘伟弟。一直水，我够力呢。哎呦，那叫做少年抓快耍，老来地卡薄啊。那什么？你为哪搞啊？啊搞那什么？等你20岁，我再跟你讲。哎，人怎么不见了？输在摇啊！好戏要上场啦！刚说没有失败，没失败吗？我没失败吗？哦，北斗爆菊拳啊！好啊！小子，哟！小子！你拉开线了，越拖把自己好不好？两个都给我过来。是。哎，哇！叫声真好呢哦，哦，高跑，啊，你唔足高跑诶，啊，你这样，你哪不要坐定高机啊？啊，我跟你讲话，你看哪里？你比我看我干嘛？找我啊！报告班长，不敢。不敢？你有什么不敢的？打架打到筋骨都破了，跟穿开裆裤一样。你看看你胡子。我警告你，今天晚餐之前把你裤子补好，胡子给我刮干净，不然明天换我找你，了不了解？了解。你今晚直接给醒。大叫是不是很大声？了解。你们都入伍几天了？还搞不清楚状况，跟老百姓一样嘛？打群架，尤其是你杨海生，英雄一个，好汉一条，带头作乱，莫名其妙。你现在搞不清楚你自己是老几，对不对？把我们干部都当死人啊！报告班长，我不是陈英雄，是刘文静先欺负我们班，我是为了主持公理跟正义。哈利奥，我也是第五班的，现在我们班长这样讲你们，
我是不要让王班长去单挑，啊？莫名其妙！你干什么？王班长很热。打架的时候不热，现在给我说很热，想死是不是？干嘛？不出声啊？不出声，就换我出声了。我在这边，再警告各位最后一次：你们是军人，要打也是打敌人，不是打自己人。谁在跟我闹事？我一定向上呈报。俺单位会办你们。你是脑袋秀的，是？啊？我平常怎么教你们的？要沉着，要忍耐，要激情。光天化日之下大群架，当我死掉的。既然你们不懂得什么叫袍泽之情，我就让你们勇敢面对你们的感情。第五班，听口令，向后。第六班听口令，向前一步，走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脚尖抵脚尖，动作。各位，现在站在你们对面的是同一连的弟兄，是同袍，同袍。就要有同袍之情，等上了战场之后，不管你们要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，都得在一起。你们的感情比女朋友还亲，所以你们要相亲相爱。换句话说，在未来的军旅生涯中，干嘛啦？很痒啊，痒！你不要用你的鼻孔对着我，好不好？鼻毛跑出来了，干什么眼睛啊？听我口令，动作。干什么？丫头，侠怨报复啊！所有人，听我口令，动作，跟你对面的弟兄说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开始动作。对不起，哎，你在害羞什么啊？大声一点嘛！对不起，喂，杀气腾腾啊！我感觉不到你们的真情流露，再来。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对不起，我非常的爱你。还不错，感觉到你们一点点的诚意了，可是还不够。所有人，听我口令。把你的头放在对面弟兄的肩膀上，然后给他一个拥抱。开始动作。啊，有的人不愿意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时间多的是，我陪各位晒太阳。有没有听过叶问？伟彤，你知不知道我也姓叶？我叫叶彤。护彤干嘛？肖若曦，你又不是若曦，干嘛去捶别人啊？叶彤，你不要以为我看不上你，另外一场要干嘛哦？捅他干嘛？吴天良排骨哥，你要把你的同袍勒死啊？现在这个画面。多感人啊，也很温馨，尤其是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又没有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，更应该相亲相爱，懂不懂？哦，听到没？要相亲相爱，相互扶持，生死相许，至死不渝。所有人，附送。相亲相爱，相互扶持，生死
杀！陈海生，那你现在是怎样？由爱生恨，你是想要闷死他，还是杀他灭口啊？谢谢班长，不客气。记得相亲相爱啊！不要摸来摸去啊！不要咬正好啦，我是情不自禁的。情不自禁啊！你讲话要小心一点啊！他是第五班的班花，如果你引起什么踏伐，这种事情我不见得方便出面啊。哎，你后面干什么？报警一点啊！记得你们啊要相亲相爱，听到没？要相亲相爱，相互扶持，生死相许，至死不渝。所有人服送。相亲相爱，相互扶持，生死相许，至死不渝。都没吃饭嘛，不放感情。再一次，扶送。相亲相爱，相互扶持，生死相许，至死不渝。好，都记住你们刚讲的话了。谁要再犯？就请前呐，我就让你们报不完。好，记住现在的气氛，我下士班长于三人在此宣布，你们啊，结为连理。结为兄弟。结为兄弟，从今天开始，不再打群架，互相扶持，不说对方的坏话，开开心心，直到结训为止，了不了解？了解，了不了解啊？了解，在打嘛。好多话想说，好多事要做。请天空给我，请时间给我。连长，真的很抱歉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我会一直劝你啊。你一定要按照规定来，就是怕你会出事。你自己想想看吧。从你来成功里报道之后，连长是你就进来过几次了。如果你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环境，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改变他？就凭你一个人，你太膨胀自己了。如果没有试过，为什么不可能？我吃的馒头比你吃的米饭还多啊！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前面是地雷区，你还是要冲过去。身为一个军人，提枪上阵。就算前面是地雷区，也要大步迈进，勇往直前，这样才有可能会胜利。好，很有自信，只可惜你晚生了半个世纪，要不然你肯定升将军的，绝对不会像我今天这么窝囊。我现在就把最残酷的现实告诉你。本来你以为你进来是在为国家做事，可是当你经过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所有的热情都被这个体制给消磨殆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只是在为自己做人。我是丁浩，现在吗？
好，你先回连上吧，我要去营长室一趟。连长，我陪你去。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你能处理的了，回去吧。你若知影家己做唔对，你着承认杨顺是你卖的，去甲大同会失礼。我哪有啦？你莫乌白讲啦。啊，你有啥物啊疑问？我哪有要疑人啦？班的啊，我这班哦，无你这种白骨的啦，甲流鼻涕哦，倒空冲伫家己人。我无啦，你无？为什么你无要用到猪猪粉呢？啊？羊羊粉呐？啊，不是干那我啦，啊，海参甲罗岗伊嘛无用呀。啊，你卖牵拖啦，专心讲你啊，干你邱大师也有咧卖猪猪粉，是你够想。免看我啦。这个真正真过分啊啦！我无可能搁替你讲话啊啦！真正不是我啦！免讲啊，既然你要去老鼻嘴那边，以后我们就不是朋友啊！你也莫相吹啊啦！哎，不是啦！你捌听过一个《伊索寓言》？嗯。蝙蝠的故事啊。我听过啊。我听过上好啦。莫预言成真，钱要赚哦，朋友嘛爱顾。哎，含你暗插我，放尿啦！是，是，我知道。林总，学长，私底下你就别这么见外。林长找我来有什么事？我是希望你可以去跟科长道歉。要我跟他道歉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是站在哪一边的？林连长，你是我学长，我尊敬你。但请注意一下你的态度，我好歹也是你的营长。身为营长，我当然是在你这边。但毕竟他是个作战科科长，你一个上尉连长公然辱骂一个中校科长，我怎么挺你？我不是要你挺我，但是你别帮着外人来找我麻烦嘛。你自己想一想。就因为你这臭脾气，得罪多少人？要不然以你的资历，今天是你办他，不是他办你。我来当军人不是为了升官的。我告诉你，他怎么办随便他，我是不会跟他道歉的。你来军中这么多年了，
你也很清楚这种事可大可小，严重的话说不定会连累到整个营。说到底你还是为了自己。学长，听我的劝告，就算不是为了夜营，你也为自己想一想。你也撑了十几年了，就快可以退伍。在军中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自己才是真的。你好好想一想吧。邱大西喝的福，干温哦！你妈卖啊呢？你来这里干嘛？去转你的地球，去转你的宇宙啊！啊，你妈妈在跟我考试，我是要跟你讲哦，我是有一罐止痒膏啦。真正足过分的呢！你搞营养分卖予地球，啊害阮大家头壳绕到要破的。今晚要过来卖止痒膏，恁两爿拢要赚得着啊啦！就是讲无良心。不是啦，我这无要收钱啦，要摕予恁用的啦。无需要啦，用较保证家己留咧用诶。阿伯，啊，我甲恁囥遮啦，恁若有需要哦，摕去用啦。无鱼啊！
提走。哎，安怎不好无？不好无？敢若无好呢？哦，你给我坐路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！哦，这家坐了，这家坐。真正是够妖秀的，失德的。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干啥呀？去抢劫啊！哎呦，来啊，这个！哦，打水练习开始。各位，为了避免在水中抽筋，动作要做确实，锻炼你的体能，脚板打直，不要偷懒。一组预备，林天斌，脚板打直啊！来的人员到后面拉筋收撑，预备。报告班长，安宁都在看士官长，你怎么知道我做错？陈天斌啊，安宁就天斌啊，一定会做错了嘛，记动作。赵西，哟，你在干嘛？踢水。踢水？我看你是被电到了吧？脚板打直，小腿上下摆动，胸口挺起来。班长，我什么时候可以下水啊？你什么时候学会游泳，就什么时候下水。我会游泳哎，我蝶式很厉害。你会游泳来我这组干嘛？这组干嘛的？这组是不会游的，会游在士官长那边。福利这么好、啊，福利个头！你看，莫名其妙。报告班长，他才是天兵啊！对，他是天兵，但你也是天将。记动作。动作做确实。胸口挺起来，预备。年轻的心，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。年轻的你，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。年轻的心，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。十八秒，坐，坐，谢班长。年轻的你。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，将年轻飞扬云端，让阳光铺出色彩，将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风采。哦耶，将年轻奔驰。跟我一组，你死定了。跟你一组是你荣幸哎，我飞碟会飞的碟。你飞碟啊？你别先，你跌倒了你。你还在讲什么话？报士官长，是肖德基他要跟我比赛蝶式。你会吗？报士官长，我超强的，我国家队蝶王哎。预备。预备，你看哪里啊？看哪里啊？野大同。将年轻飞扬云端，让阳光铺出色彩。将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风采。哦耶！年轻奔驰大海，而叶大龙
五短一个油碟式哎，这是上帝的恩宠啊！哇，三十个！投向生命的坐标。谁叫你有碟式的、啊？士官长吗？上来。我班长，我有几秒？几秒？我还想要问你嘞，有的什么碟式啊？28秒，我没看过那么慢的碟式。班长，是不是我姿势不标准？不太标准。啊，班长可以示范给我看吗？不要找我，找那个最爱现的班长。他肯吗？肯。士官长在啊，你叫他做什么他都肯。士班长，快去。备。身体不舒服啊，马班长，我裤子掉了。你裤子掉了，你那个有没有掉啊？还在。哎呦，你裤子啊，快点穿上啦！莫名其妙。学蝶式，想。想不想看班长我示范？想。既然各位都想的话，那这个于班长我就只有献丑了。但是为了要节省大家的时间，待会班长在示范蝶式的同时，也请我们的士官长一起示范自由式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，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。身为一道彩虹，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。够了，我爱你
师哥，救我！哎，大头，算嘛，想跟我 PK 啊？哎，大头 ，PK P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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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K就赶快收网，别错过好时光，管它非死不可或碰浪，请变出战场，我们入选最佳皇后和国王，在雨天漫步晴空飞翔，趁最爱的浪漫想象，在白天上演夜晚狂欢，请享受爱的能量，然后痛快的爱一场。班长整理得不错哎，刚刚你班长一定是故意让他的呀。石班长那么笨，你怎么会游泳？余班长喜欢他，所以才让他。哇，要是我昏倒那天，石班长也能够帮我人工呼吸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哎，我有办法。真的啦？怎么可能？到底听我的准没错啊！
三个，干嘛？部队都集合在玩，这么学的游泳池是不是？好，你们就留在这里出公差，把这里打扫干净，再回连上。莫名其妙，有这么好看吗？跳下去水花溅到我们怎么办？哦，听起来尿像跳水很厉害的样子啊！我超强的，他是跳水王哎！哦，是吗？对啊，宝龙，你要不要跟他 PK？ 求之不得！哦，你行吗？超强的，什么事你自己挑？那就随便来一个自由式好了。说话，快给你要不？我还在读给的不？啊，欢迎欢迎！哎，大东，读给的。我当裁判哦。好，那如果等一下我赢的话呢？那就。你会赢我们？你和木有我大吗？如果你赢我们的话了，我们脱裤子跑来去跑来回三圈。好，愿赌服输。预备。
一举一动，想要记录每一分钟，都是你最温暖的笑容。我可以勇敢的面对，告诉你心里的感觉。我很想面翻回头，游过去啊。我的会啊，输了输了，上岸了。人潮拥挤的公车站，耐心是我唯一的优点，总是盼望着你出现，等待你的温柔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啊，输的人脱裤子，跑来去跑来回跑三圈，跑来去跑来回跑三千，三圈啊，三千啊，开始动作。哎，叶总，你很不够朋友哎。不是我不够朋友，是你们自己要愿赌服输。是不是男人啊？丫头，你给我记住，这边出公差打扫游泳池，脱裤子干嘛？变态！你们赶快把裤子穿起来啊！哎，快啊！不穿了，快看片呐！不穿，你先站着。吴勇，你干嘛？干都要派人家看啊！大夫，穿好了没啊？我们两个变态，色魔！你们下次再有这种变态的行为，宪兵没来办你们，我都要办你！站好！你们两个在这边罚站，等我回来为止，就给我站好，反省一下。色狼！站好！好烫！
大个啊！你是吵啥啦？无啦，你讲啥物？去人梦游啊啦！午休时间不在寝室睡觉，出来做什么？陆武生，陆武生，我在跟你讲话，你听见没有？陆武生，报告长官，报告长官，他在装梦游。他是哪一连的？叫什么名字啊？他是一营一连的陈天兵。请你们执行官到医务所来。是，长官。陈天兵的状况还好吧？还好啊。那以你专业的角度判断，你觉得陈天兵是真的梦游还是假装梦游？你对人性都这么不信任吗？不是我不信任他们，是现在服义务役的陆武生，每个人都不想操课，每个人都想浑水摸鱼直到退伍，所以我才觉得。我知道。就像赖虎那天在医院一样，一直说自己有心脏病、有高血压的，摆明了就是想验退嘛。是啊，所以不是我疑心病重，是现在的入伍生每个人都很搞怪，你想要制服他们，真的没有那么容易。带兵我是没经验了，不过我想你跟他们硬碰硬，到最后一定会两败俱伤。不止啊，他们被操倒了。连你也被上面钉的满头包。你说的没错，今天地区也派人来关心赖虎的事情，好心领导帮我挡下来，要不然我肯定没寄生节。排长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医护所啊。医务所，嗯，该不会我又开始散步了吧？是啊，陈天兵，有，你最近是不是觉得压力很大，才会常常睡觉睡一半起来散步？不知道，我听说这不是你第一次梦游哦，这表示你的状况不是很好，我们需要通知你的家长。拜托医官，不要告诉我妈梦游的事好不好？像这种状况，我们一定要告诉你妈。排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妈很神经质，你要是开口跟她说，她一定马上冲过来，到时候就没完没了了啦。家属会紧张，这是很正常的。而且我们本来就有义务让你的家长知道你在新训中心的状况。你先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待会打电话通知你妈。哦，陈天兵，有，我会帮你开转诊单，让你去军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，另外也会安排心辅官跟你面谈。不过你不用紧张，这些都是正常的程序。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等下午集合你再回去就好了。好啊，反正这里的床哦，比寝室的还要舒服啊。那你先好好休息吧，不吵你了。嗯，谢医官。谢排长，好好休息。嗯。经理，走吧。我们上来了。
不好意思啊。王班长，你装不认识啊？这不是九洞五双娇吗？好久不见呢。你上礼拜联谊怎么没来？你们那军官联谊，我去干嘛？曙光哎。哎，我们下礼拜还要办一次联谊哦。还有啊。你不会又被执行吧？我要考试了。理由还真多哎。真的啦，哎，我在看情况，我先去剪头发。好啦，下礼拜见哦。好，再说哦。记得下礼拜要来哦。剪头发，对。哦，王威啊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我头都洗完了。我刚刚门口啊，撞到那九洞五双娇，那么聊了一下。我觉得啊，他们两个根本就是站在那边等你来撞。他们是问你要不要去联谊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王威啊，你就答应他们一次好了，不然每个礼拜看到你。都问你要不要去联谊啊？那我找伊拉人，你别把空吃了。王班长，玛丽亚。好啊，季亚，你今天一个人啊？无啦，啊，一个新来的妹妹来要一礼拜啊，逐天嘛迟到。是哦，这样我爸没来上班哦。我打电话给伊啊，讲谁来啊？到了，我睡过头了。小柔啊，啊你天天睡过头哦，明天再迟到，我就给你早点票。好啦，去给余班长倒茶。哦。余班长，余班长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大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柔啊。你去帮王班长洗头，这里我来就好了哈。余班长，快点啦！新来的哈，什么都不会。还不好意思，我来接姐，我来接姐。王姐，再见，王姐。好。小柔，我要洗个头哎。哦，这边请。烫哎！哦，好，我帮你调一下。嗯。哇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你，我是故意的。哎呦，你是在创啥啦？你有没有烫到？没关系。哎，我叫你刚洗一个头，啊，你刚脏到规身骨脏到了。夏天嘛，夏天。王班长，拍谁啦？啊，就新来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。对不起啊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衣服都湿了，要不要用吹风机帮你吹干啊？不用，外面太阳大，我晒一晒就干了。谢谢。干嘛？后面都湿的啊。拜托，外面太阳大，怎么会脸上就干了？那是场面话。你叫小龙的。长得年轻又可爱，现在外面那种很时尚的反而那么多，干嘛要来军队里啊？外面工作不好找啊，你应去的工作才有保障。你看我，铁饭碗了、啊，要不要签？身高，士官长，喂。三围，士官长，温哪边？外貌，士官长，太漂亮喽！虽然现在来了女狱官跟小龙，但是士官长你还是最漂亮的。没想到我这小小的眼睛，也可以精确的在万绿丛中找到这颗耀眼闪亮的钻石，真是爱爱泪含光，闪耀的钻石啊！
余班长，余善人，善人好。余班长，你在执勤的时间看什么东西啊？还看到过吟诗？报告司班长，我在看《唐诗三百首》。你有空看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你没有时间改你们班的举光日记。你知不知道你们那班拖了几天啊？报告司班长，我们班上的我已经改好了，我现在改的是王班长他们班上的。你知道，王班长他现在应付考试，我想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发挥袍德之情，互相支援，两两互助。那你有没有帮他考试啊？报告司班长，我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快改好放你桌上。今天晚上就寝前，我就要看到日记放在我桌上，了解吗？了解。司班长，怎么又想讨价还价啦？不是啦，上次你说肯亲假，你要回去看妈妈，可是肯亲假有两天呢，我想说最近天气不错，风和日丽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喂，长官你好，下士余善人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请问长官哪里？哦，孙排长啊，他现在医务所下工，我会联络他的。什么事？报告司班长，孙排长的妈妈来，所有东西交给他，现在会客室。那他有没有说要等孙排长？没有哎，他说如果孙排长很忙，我们转交给他也可以。孙排长在处理陈天兵的事，我去拿就可以了。孙，孙班长，其实我想要约你。伯母你好，请问你是孙排长的妈妈吗？是呀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王胜男，我是孙排长的同事，你叫我胜男就可以。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我听讲哦，暗帮哥你无闲啦，我就想讲物件放咧，我就要来走啊，够麻烦你走去做，歹势呢。不会啦，孙老静静尔。对啦，我早来卤面吼，伊讲小刚真爱吃，所以我搁卤一挂，拜托伊提起给小刚。我甲小刚蛮真熟啊，我会当替你提给伊。好啊，啊你麻烦你啊。阿姆，你大刚拢送卤味来给伊，昨仔才看你提来，今仔伊搁来，你真疼小刚的吼。你昨有看到我来？昨我甲小刚都还袂讲着话，伊就换咧出去走。我有听讲吼，你甲小刚有淡薄仔误会，啊小刚敢那对你真无谅解。你若是有需要吼，我会找机会安排伊来甲你甲误会解释清楚。多谢你，都顺其自然，卖甲勉强。加在安邦有你这好朋友，我会替伊烦恼小弟的代志。不过伊个性真直咯。那无拄好吼，讲话常常会去得罪人。你甲伊伫遮做兵，才拜托你，加较斗注意者。会啦。啊，对啦，阿姆，安邦刚有甲你讲，小刚是阮集体受伤代表呢，这真无简单哦。这个参像吼，学校毕业摕到市长奖，赶快光荣哦。有啦，又甲我讲，本来我想讲，你刚来甲看。不过安邦讲，伊讲家长袂用来。伊讲小刚哦，表现了真好。阿咪若是有看到，一定就感动诶。啊，我会当摕相片互你看。有相片哦。
我遐拢无小刚大汉了的相片，拢是囡仔时翕的。顺来，多谢你呢。明天你若放假吼，再叫暗帮带你来阮家，我煮一顿啊青草请你。阿母的手艺袂歹哦。啊，那呢我要吃阿母的卤味哦。无问题，看你爱食啥吼，阿母才卤给你吃。多谢阿母。孙导，好，你在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施班长请于班长叫我过来，根本就陷我于不义嘛。我肯定又给于班长给误会了。同样的冷笑话讲那么多次，你不觉得很老梗吗？这不是冷笑话，于班长正盯着我看。其实于班长会好奇，这也很正常啊。而且我最近也发现，士官长好像特别喜欢找我聊天，不是单独把我叫出来，就是偷偷跟在我屁股后面。哦，你发现了？那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小鹿乱撞啊？我还有更大的 surprise 呢，今天我还特地为你准备了爱心便当。如果是爱妻便当，我就更有兴趣了。你少得便宜卖乖啊，是吧？我没兴趣。还是这个呢？这我更不想吃，要是你自己留着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是你吃不下，还是嫌我做不够好吃？你是明知故问啊，这他拿来对不对？他谁啊？别再装了好不好？这个卤味我吃了十年了，我一看就知道谁做的。那就表示你很怀念妈妈的味道。既然这么想念，怎么不吃呢？他不高兴的时候，就把我丢边不理我；他高兴的时候，就拿几只卤鸡腿来。怎么，当我是流浪狗？不稀罕。罗刚。说反正我也听不懂，到最后我决定不给你机会。你们母子之间有什么误会我是不知道，但是因为你上次把伯母带卤味都吃完了，所以他要准备一份新的来。是谁说我把东西都吃完的？伯母说是你哥说的。话真多。你很奇怪，孙牌带给你的你就吃，我带来的你却不领情，怎么觉得在我面前吃很没面子吗？你真的很好骗，想也知道我怎么可能吃他的东西啊。用你的脑袋好好想一想好不好？你自己留着吃吧。罗刚。是啊。孙院长，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去帮把罗刚叫回来。不用，要嘛叫他来跟我道歉。开什么玩笑？你们闹得越僵越好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善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史馆长，善灵总在灯火阑珊处等你。什么事情吗？我是为了今天早上冒犯你的事情，特地来跟你道歉的，科长，对不起。不是针对你，我今天顶撞我的事情，我可以完全不追究。作为一个长官，爱护属下心情，我能理解。谢谢科长的谅解。但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，我身为一个旅的作战科科长，我底下有二三十个连，如果每个连都给我搞这种飞机，每天开一个记者会，每天操导一个陆虎生，那我们国军的军纪岂不是荡然无存了？可是科长，今天的事情对国军的形象是正面的，这根本就是很赏国军一巴掌，向民众宣布国军订立的训练准则是个屁。除了你和孙班长是所谓的军人之外，其他的军人都是不懂要求入阵的米虫。报告科长，请恕我直言，难道你真的认为那些训练课程有用，真的能培养出捍卫国家的军人？你身为一个连长，你应该相当清楚，这些训练课程是经过许多专家学者订定出来的。你的角色是个执行者，不是策划者，更不是决策者。服从上面的指令有这么难吗？来吧，年轻人，你想做壮士来吗？